年修的共枕棉，算起来呢，我们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缘分了。那我们现在回酒店呢，差不多10分钟的车程时间就够了啊。自从开通了这个我们台湾直飞张家界的航班之后啊，我们接团的导游呢有一点不习惯啊，不过这2年过去了，我们慢慢的习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呢，从长沙过来，你们坐飞机坐的最近的，离我们张家界最近的是长沙，那么从长沙拉过来了要4.5小时，啊，从长沙的飞机场呢，坐到我们长沙市中心呢还要1个小时，那么所以我们一接团的话呢，就会讲很多讲很多，突然之间呢，到酒店只有10来分钟的时候呢，反而我们不习惯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，还没有。